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ee I go weak, I can hear summer by and in long before it begins. Baby, there's only you know how. Say me smooth, say me now. Baby, there's only you know how. Say me smooth, say me now.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们的李德和卡长。谢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呢是1981年的 John Denver， 那个时候他跟 Placido Domingo 合唱了这首歌哈。那像现在不是很多很流行啊，像那个 Bocelli 啊跟 Asherin 刚唱的那个叫 Perfect 啊，他们都是跨界哈。 就是歌剧界跟流行音乐的结合，那这首歌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1981年就开始了。这首歌叫 Perhaps Love。那我们请到的呢是我们 Pablen 的会员王志强，他是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林建义老师，对不对？好，我们来听他们的这个。 把我们这边变成歌剧院啊，国家歌剧院，来听一下 ，Perhaps Love。 像到国家剧院了。
好棒哈、哦！所以我在讲说，什么样的音乐啊都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老师们啊，非常棒，他们什么样子的音乐都可以演奏哈、啊，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个音乐的领域里面。然后我是职业的哈、啊，我待会儿再来介绍我们的老师们，因为还有一位老师，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待会儿等他上台的时候好好介绍他。那下面呢，这是一个也是跟我们一起合作了，在上一次演唱会，五月十一号跟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 Publand 的园地里面来。他们是北大哈三峡北大的音唱社团，然后这团长 Amanda 是我们。然后哇，今天看到他们闪闪闪闪闪会讲的音乐，闪亮姐会姐妹花们带来这首 Dancing Queen。谢谢北大，谢谢。
闪亮姐妹花们。你看他们真的为了这个演出，他们去特别购置了这些的衣服啊。然后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位呢，他是我学长啊，他是辅仁法律系的，然后蔡启智先生，然后他的资历很长，总共有3页啊。但是我就简单讲一下，他先去美国读书，然后又移民了。因为他全世界跑透透吧，又跑到了那个南美的阿根廷，啊，移民那边哦，然后接着又跑到这个因为时机做生意嘛，做生意，然后时机的关系，他又到了大陆上海设厂，接着呢，后来又跑到了加拿大移民，哈，反正所以因为跑了这么多地方，所以他会很多国的语言。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这两首歌，一首是日本歌《降雪》，另外一首呢是西班牙歌的《Quizás Quizás Quizás》。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那个拉丁歌，为什么叫拉丁歌？非常非常的到位。我们欢迎我们的 Roberto 蔡。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拢叫我萝卜菜，因为我的身材像萝卜，又姓蔡，叫做萝卜菜。英文叫做 Roberto 菜，西班牙文叫 Roberto， 很多朋友就叫 Roberto。但是事实上，我的在阿根廷的这个西班牙文的名字很长，因为加上中文又加上西班牙文，所以我的西班牙文的名字叫 Roberto Rodriguez Castellano de Zaytichi， 蔡启智。Thank you。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加勒比海我家乡的歌曲情歌 ，Quizás Quizás Quizás。Thank you。Siempre que te veo junto te cuento como y dónde tú siempre te me responde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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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voy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Hola!Pasan los días y yo voy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Hola!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 Roberto， 全名不会讲吗？太长了。接下来我们又要请到我们的美女啊 Lulu， 她带来这首《青金海峡冬景色》，大家来听一下。换装咯。Yeah, yeah, yeah.
好好听哦。